诈骗事件当中呢，被骗的学生就是从我背后的这个灰狗巴士总站出发，前往了他们所隐藏的城市。而在整个这个乘坐大巴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需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也不需要使用信用卡。那么这就给警方的这个追踪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困难。警方认为，在加拿大本地很有可能有人为诈骗分子提供了信息，因为当诈骗分子指导学生如何在陌生的城市找到不用身份证明的这个住宿地这个方面，有人给他们提供了非常非常详尽的信息以及指引。像这样的信息，只有非常熟悉加拿大本地情况的人才可以提供。其实在今年的七八月份，在温哥华地区大概出现了很多宗，然后呢最近的一段时间才在多伦多地区也出现了几宗这个关于这个虚拟的绑架诈骗案。很多的华人收到类似的电话，包括很多留学生收到类似的电话，只是他们选择没有报警罢了。所以说我们呼吁有这方面的诈骗行径，呼吁所有的留学生、华人这个团体、华人个人一起来报案，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报给警方，由警方来处理。我们这里的权力机构，比如说税务局也好，多伦多总领馆也好，加拿大大使馆也好，警察局也好，我们这些机构不会轻易的打电话给你去核实你的个人资料、银行信息之类的东西，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常识，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说有很多驻外机构，这些机构不会打电话告诉你核实你的信息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建议我们这里的学生群体呢，不要轻易的把个人的信息交给别人。第三点，永远不要轻易的把钱随便卷给别人。第四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里的留学生群体一定要很好的和自己的父母、国内的父母保持好沟通。第五点，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接的这种电话，一般都是人工的留言信息电话，一般都是假的，所以不要接听电话。一起努力起来，把这个案子呢给最好是杜绝到在华人社区。